活动，在我们主持人以及科长爵士乐团以及各位的很多的歌手的演唱之下，相信我们今天的我们的一个七九七早宴绝对是非常精彩的，对不对？对。好，谢谢。那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现场来了很多的贵宾，而且我们台南七股海鲜节、台南夏日海 party， 在我们观光旅游局的一个推动之下，由我们七股区公所来承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我深受到全国各游客的一个喜爱。那无论是我们的蒙拉格 C 口，还是七股七宝夜，那就像我们在场的各位好朋友，我相信我们就在两分钟里面50多就秒杀了哈。那可见大家的功力都非常好，也非常感谢大家支持我们今天的活动。那现场来了很多的贵宾哈，我都要特别感谢的是我们台南市的副市长张少仁叫副市长，也莅临我们的现场哈，还有我们全国农业金库的董事哈李威雄李董事，这要特别介绍一下哈，真的非常感谢哈，莅临我们的会长李威雄李董事哈，还有我们的副局长杨副局长，还有李正坚，还有我们哇，这一位是非常大，自由时报的特派哈，唐在新哦，这个非常可爱帅气的特派记者，还有我们杨华中我们的温局长，还有我们那个我主委哈，赵庆惠赵主委，联考会赵庆惠赵主委，还有很多我们在地的一带，包括我们很多刚才介绍过的几位议员里长，还有我们的调解委员主席，还有我们来自全国的好朋友，最主要是我们这次呢，我们有很多除了台湾的好朋友以外，还有我们新加坡的好朋友，对我们挥挥手好不好？哇，新加坡九分之一来假期宝宴的乐团老师的乐团带队的，哇哇，在新加坡哈，真感谢哈，在我们新化我的好友歌迷哈粉丝的加持之下，来参加我们七股七宝宴，那非常感谢，非常开心。那我们七股七宝绝对是雄鸡雄鹤，因为我们是个滨海区域，也是台湾的300年的坐标。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再次的感谢大家来到我们台南七股，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的区长，在这里我们有请区长，我们稍请留步哦。那从台湾台南高班的气候北部里的我们的庄区长的推动之下，在我们的产业、在我们的观光以及在我们在地的这个渔业的深耕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往前更进一步。那么呢，我们的庄区长呢也即将呢来荣升交通部观光局花东纵谷国家风景管理处我们的副处长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借着今天这个七宝宴的隆重的时刻，那跟大家一同来见证由我们的贵宾朋友即将来致赠匾额。那么也要再次来恭喜我们的区长也即将来荣升哦。在这里呢，我们要欢迎呢来自于我们的里长联谊会，由我们的张会长代表我们致匾，欢迎我们的张。上台，刚才在回应，谢谢。
最特别，而且是最贴心的一份哦。谢谢我们的王丽老师，谢谢。非常可爱的这个 Q 版的画作，谢谢，这个是来自。